开始火车开的是30迈，可能用汽车在马路上开你不觉得怎么样，但是那么大体量的5米多高的这样一个火车头整个呼啸而来的时候，你觉得30迈实在太快了。后来让火车降到差不多20迈的时候，我们又加了威亚的保护，勉强可以在火车上打斗。-18度，站在火车顶还要吹大风扇，你说有多冷？一上去，我的眼药水结冰。1、2、3。冬天很冷，然后那天还下雪，你手扒到那个火车上的话，你的手就是会很疼，但没办法还要扒，就那一场比较困难。为了磨合这个马和火车的速度，拍了很多条，我一直在马背上，拍了一天，臀部就磨破了。下大雪。全身都白的，可以把雪拍掉，然后拍掉就湿，湿就开始冷。好，电脑可以了。成家班是一个视野特别开阔的团队。做这部戏之前，我们有一个共识，我们想让观众看到观众没见过的爬火车，于是我们就设计了用竹竿上火车，用滑板上火车。甚至说用滑梯上火车，火车动作变得一定有危险。它的计算需要非常准，对火车速度的判断，这个滑梯滑下去还要有一块悬空的时间，正好落到火车的正中央。如果这个滑梯滑早了或滑晚了，都会落到两节火车那个缝里面。太危险，这个用特效还真蛮成功的。